台北市信义区临近松山火车站的都更案，有住户指控说建商主动找上门签都更信托，但是期限呢却是到都更完成为止，事先都没有告知他们，导致两年后他们想要卖房子，产权在建商的手中，卖屋期限又只有短短的8天，让住户觉得上当受骗了。台北松山火车站附近的巷弄内，光是都更案就等了7到8年，而其中有住户向建商都更信托，却面临房屋要遭到法拍的命运。我现在这边出生的，对不对？房子要被法拍，是不是被骗的感觉？我们的那个房子要跟谁要？我是觉得真的太欺负人。住户气到不行，破口大骂。原来位在信义区松山路跟永吉路的住宅，146笔土地，98户，部分住户因为都更信托面临法拍，葛小姐就是其中之一。信托也不能解，然后签约也没有期限，8天时间谁把房子卖得出去啊？住户指控建商找上门签信贷契约，喊出2年内不收利息，带垫1100万贷款，但翻开合约，信托期限到目的完成，等于要等到都更结束，根本遥遥无期。住户抱怨签约时建商没告知信贷期限，2年后想卖屋，产权又在建商手上，业者也出面澄清。期限我们这边是定2年了，他没有清偿了。那我们又给他3年，好像是6个月，不是我们信托的问题。建商强调签约过程完全合法，专家则提醒民众想都更信托，最好接近都更完成日，期限也得看清楚，才能降低风险。东森财经新闻陈宣如、张博祥台北采访报道。